是哪里吗？嗯。台东是台湾最靠近太阳的地方，每年的第一道曙光都从台东出来。阿努鲁巴拉嘎，万万自在。Two，Two，Dusa。开工日期定在1月19号，到时候佩儿也已经大二了，等到他毕业之后就交代给他经营。喂，小姐。哦，你们两个，一个型男，一个配合，你们两个是班队吗？不是。哎耶呀，哦嘿耶呀，哦哎呀，嘿呀，哦哎呀。不然，你可以说我是你女朋友啊。离开，闭路开，闭路开，凭什么叫我离开啊？走开，走开，你们给我住！